一直在内地人气高企的 Angelababy 十月初而在巴黎欣赏韩团 Blackpink 成员 Lisa 演出的19禁歌舞 show， 除了幕前的演出工作被刹停之外，就连社交网也都受到限制，为求一线生机，被指有意效法同病相怜的前辈范冰冰由内地转攻海外。她近日获邀登上韩国时尚杂志封面，以一头粉红色头发衬西装上阵，走迷幻前卫风。原本已经瘦削的他身形看起来更为单薄，他被杂志形容为内地版 Kim Kardashian， 不少网民都表示支持，亦有人猜他本身实力不及冰冰，难以凭外国平台东山再起。至于因为逃税风波绝迹内地影视圈近五年的冰冰，近年转打国际线，凭韩片《绿夜》重踏影坛，近日又获邀出席第34届新加坡国际电影节，连转多个造型，包括蝴蝶翼设计的全黑晚装、红色开叉线片裙同埋橙色蝶衣长裙。佢接受访问嗰阵就话，过去4年系人生嘅低谷，最后发现能救佢嘅就只有自己。